欢迎收看《想世界》，我是黄慧玲。导演王静敦即将推出家庭三部曲的最终章《想象的孩子》，故事设定在多元成家已经合法的未来社会。然后有一对同志想要拥有双方血缘的小孩，他们可以如愿吗？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导演和女主角来分享这个非常令人期待的作品《想象的孩子》。今天邀请到导演王静敦，静敦你好，慧玲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姚老师好。慧玲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姚坤君。那个刚刚大家可能都会发现我叫静敦跟叫姚老师那个声音明显不同，是露出了小粉丝的那个心情。姚老师好。姚老师之前有好多很棒的作品，我每次看到，我第一次看到姚老师的演戏的时候简直就惊艳到不行，然后想说这个人是谁？我怎么还没认识？然后就拿演员单在那边看，这样。谢谢，很高兴看到。我们还是先请静敦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作品《想象的孩子》。其实故事还蛮崎岖的，说要需要一番说明才会了解，所以这对同志到底怎么了？对，其实戏里面除了这对同志有五个主要角色，还有一个想象的孩子，然后就是姚老师演的是一个中年的夫妻，然后她老公是朱鸿章老师，那他们曾经失去一个孩子，现在想再生回来。然后另一对就是刚讲的那个 gay couple， 是，然后还有一个是她其实并不需要男人的一个单身，但是是女强人的非常独立的女性，这样对，她也想要一个小孩，对，这样子的三组人，一组 gay couple， 一组失去小孩子的父母，是，然后一个单身的女性，她们都想要生小孩，可是这对夫妻失去小孩，这对夫妻他们现在没办法生，那可是他们真的很想要生小孩。这一对 gay couple 也是没有办法生小孩，那这个单身女生跟谁生啊？跟谁生？像这样子的人，他们想要生出自己的小孩，该怎么做？哇，这真的是昨天我其实非常伤脑筋，我想说。一对男性要结婚，并且有自己双方两个人血缘都有的小孩，这多困难啊！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其实是想了很久吧，还是你们脑中灵光一闪就想出来？其实整个剧本这很像解一个数学题。对对，其实反而是当初是先有了那个想法，才写了这个剧本。对，而且其实这个后多元成家时期的这个设定是早在大家前阵子不是吵沸沸扬扬吗？对对对。那这个 idea 其实是在三年前大家开始吵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想这个 idea， 就是跟另一个演员梁允瑞一起想到的这个方法。对对，然后这个方法要现在曝光吗？但是卖个关子。对对对对，可以讲一些一点透露一点点线索。是五个人嘛？那你就想一想，就是总之呢，最后这个小孩会同时拥有五个人的基因，那该怎么做？对，然后提示一下，这对 gay couple 呢，他们的精子都是健康的。对，然后这位女主角呢，3号还有最后的卵子，最后的卵子。对，那这位单身女性呢，她也是还可以生。那这位先生是已经没有精子了。是，对，所以大家可以去排列组合一下，剩下四个人怎么样？谁跟谁搭一下？怎么可能生出一个小孩？最后有五个人的基因，五个人都有哦，五个人都有。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值得大家进来剧场看到一下，原来有这个方法可以这样做。那大家可以提供一下不一样的那个想法啦，怎么生这样？对，好，其实最近因为美国通过了，台湾也才刚开始感觉好像要讨论，可是又没有很理性的去讨论这件事。先讲一下，可是你的剧情设定是已经可以合法化了，所以其实这个题目对你们来说就是不需要 yes 或 no。对，本来就是一个 yes 的这件事嘛。对，其实我觉得三年前在思考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当然也许有所争议，可是对某些人来讲，必要性是我觉得好像是不需要讨论的，所以才会直接在这个剧本里面，我要讨论的并不是多元成家到底要或不要，而是我觉得它势必发生，我觉得它是未来，就从以前大家庭转到小家庭，到现在是 对我来讲是第三代的一种家庭形态，我觉得它势必会发生。那有趣的是，反而是它发生之后，他们会遇到什么，会有很多的问题，对，会有趣的事情也会发生。对，对对，有趣的事先讲一下好了，什么是有趣的事？比如说他们五个人如果都想要一个小孩的时候，我就怎么去制造，这就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数学题，到底要怎么解？对。然后在这里面，他们已经没有，他们不是血缘，但是怎么样去建立那个
跟血缘一样的家人关系、嗯、如果你还对血缘这件事情还有一个这样子的渴望的话、嗯、是就是渴就是血缘的传递一定要有我的小孩的基因传下去这样、嗯嗯、其实真的可以想一想就是说当然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是就是没有父母失去父母的嗯，那需要大家的领养嗯，那其实我觉得在某一个内心深处或者说投射跟渴望跟反应、嗯、就是自己生的真的跟领养的真的可以相提并论的一样吗、嗯、我觉得我现在只是丢出一个问题、嗯、但是我并不觉得我有任何的立场、嗯、因为我不是那样子的家庭长大的、嗯、所以我也不能体会说如果我的父母其实是领养我的、嗯、我真的能够忘记还有一个跟我有血缘关系的人其实在另外一个世界上这个我真的能够忘记我真的可以放下吗、嗯嗯、这我不知道、嗯、所以我真的就是在想说真的自然产跟领养、嗯、那个连结真的可以完全一模一样吗、啊我小时候因为我是在我姨妈家、嗯、我姨妈带我带大的这样、嗯、然后小时候就是会跟我讲说我是垃圾桶捡来的这种然后我小时候对其实小时候我是真心曾经相信我是垃圾桶捡来的不是等一下我要跟你说其实上一辈的爸妈都说是姨妈还是对我妈还说过我是、嗯、没有啊就是邮差送把你送来就这样他们想要解决这一切的问题就是这样对啊然后我还记得那个小时候心态就是那对我来讲就是在 announce 说我是被领养来的一样然后我还记得那个心情的纠结就是会觉得真心的觉得那我到底是谁的、嗯、那我要去找谁吗我从哪里来这样对所以其实像姚老师刚刚讲的我觉得其实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差异、嗯、那这戏里面其实也会有讲到这样子的差异就是真的生下来的或者是我去领养嗯，对我们可能都爱都是真心的爱、嗯、可是他会不会还是有一些些本质上的不一样、嗯、就是戏里面会谈到的东西、嗯、一场就是跟朱鸿章老师嘛就是他的本来的然后自己在那边一直偷笑然后一场是跟我年纪相仿的高华丽因为高华丽就是演那对 gay couple 其中之一、嗯、对你就会看到老师其实并没有任何障碍的就是去做了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专业演员就是这样我们刚刚一直叫姚老师姚老师、嗯、但事实上姚老师真的是靖敦的老师没错然后靖敦在这出戏里面又是导演所以你们在排练的时候到底是导演要听老师的还是老师要听导演的不会啦哈哈哈什么他就说你说出了我内心的挣扎好把你的爽点说出来吧你为什么哈哈哈大叫三声其实真的实际工作的时候其实没有差别一样是导演跟演员然后、嗯、但是其实在刚确定老师会来接演的时候其实是有压力的因为你想要担心我其实一开始也会担心对但是后来发现其实真的排练之后就是我还蛮可以为所欲为的、嗯、就是叫老师这样或那样、嗯、或像以前上老师的即兴课都是我们都很害怕、嗯、但也很兴奋就是会老师会给我们意见啊然后批评之类但是因为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其实我有部分开放是某些场景是我跟演员一起即兴出来、嗯、然后我就说哎、欸，老师那你可以那你知道人事实地物给你然后你去即兴一下、嗯、就考我就对了吧对对 对, 對然后我就发现我可以看老师即兴然后跟他讲说老师我觉得刚刚那个地方然后就是一个爽啊对那其实除了这个爽感之外其他其实真的就是导演跟演员工作并没有任何的压力或者说或他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学生，要忌讳什么？其实完全没有，嗯，就是专业的演员站上去，对对，因为他现在是我的导演，他就是我的导演。我觉得最舒服的就是我可以跟我的导演这么密切、亲密，对，对，还有这么深入的讨论，对，然后也就是也很开心，他相信我不会让他有那样子的压力。嗯、哦，因为其实我既然已经是演员了，我其实也很怕导演不敢跟我说什么。对，那谁还可以跟我说什么？对对对对，在这个戏里面很恐怖啊！对对对啊，嗯，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建立在彼此的信任。对，嗯。
但是、哦、我够开放了，我们认识了13年，你看表带还不够。对啊，可是老师在这里面有2场床戏，对不对？你很厉害，你最好再安排每个人都跟你。对，对，在指导老师的床戏上，你会对。好像 也有爽度嘛，有哎、欸，比如说一场是就是跟有、啊、一场就是跟朱鸿章老师嘛，就是他的本来的，然后自己在那边一直偷笑，然后一场是跟我年纪相仿的高华丽、嗯，因为高华丽就是演那对 gay couple 其中之一、嗯，所以提示一下，为什么他会跟 gay couple 床戏呢？就跟那个小孩有关系了，这样、嗯嗯，对，那就是会比如说有一些下一些很有趣的指令，就是那你就是骑上去。你就摸下去，对这一类的，然后你也看到、哦、我能怎么办？我当然只能说，来吧，就上去了。对，然后你就会看到说，嗯，尤其他跟高华丽那个床戏，我觉得太值得一看了。就是因为高华丽还是有一些岁数上的差异嘛。干嘛这样？不是，但我意思就是、哦、可以，但是你会看到说老师多远一点的事。多远一点好不好？开放一点。对对对，对，你就会看到老师其实并没有任何障碍的，就是去做了。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专业演员就是这样，没有什么障碍的。啊、对, 对，反而是高华丽会露出他害羞了嘛？对，就是哇，其实我也会了。反正讲的好像一副没有尺度障碍一样。对，然后你就会看到，就是他，但是他跟说洪忠老师的床戏跟高华丽的床戏，就是等于是一个中年女性跟一个30岁的 gay couple， 他们要怎么突破那个？嗯、因为他们在戏里面是好姐妹。是怎么突破那个，然后要就两个情侣，你拍太大声了，很有趣，就是里面很有趣，很荒谬，可是你会看到里面有一些，他们很无奈的地方在那边拉扯这样。所以其实两场床戏是两场完全不一样的情绪的那种，不一样吧？不一样吧？我的天哪！但是其实没有那么那个啦。好，对，就是没有那么。暴露了，因为他们即将要发生、嗯，但是为了一些目的去发生，可是最终有发现一些乔北洛基的代际，这样、嗯，对，那个乔北洛基其实才是重点，就是为什么乔北洛基挣扎之所在，对对对，所以就是、嗯、对大家也不要误会说那个是哎、欸、过程是重点，是那个乔北洛基是才是重点，是是是你真的要乔洛基的话，我们也要有一个深度的谈话才行，对，就可能会变成限制级的。对，好，所以其实想象的孩子就是这三对，嗯，他们心目当中，想象说他们未来会有的那个孩子，跟他们三对的对话，所以梁允瑞演的就是这个角色，对，这个想象的孩子，对，就是等于把他们那个想要小孩的欲望具体化成一个形象，然后像姚老师就很多场跟小孩，然后他的很特别是他这个小孩。会是他想象中生回来的那一个，所以他这里面就更复杂，就不只是去幻想说如果我有小孩，而是我要把 他有一个具体的投射，是那个小孩。对，蛮多都能算蛮感人的吧？哎呀，我觉得很痛苦哎、欸，虽然我自己没有小孩，但是我有失去自己家人的经验。嗯，那你不要说，不要说是失去长辈、嗯，你看这个人是你生下来的、嗯，理所当然你的天性就是觉得想要保护他的、嗯嗯嗯，然后那个人就你没有保护好，嗯，是因为某种疏失你没有保护好，嗯，然后就，嗯，我觉得很可怕，我觉得不要说光啊狗就好了，啊、哦、对。你没有保护好，然后他被车子碾死，我觉得好可怕、啊嗯。那个愧疚感真的会跟着一辈子、欸、其实他那个心理过程，我们有去看、做了一些功课，看了一些报道、就是也对国外的夫妻，他们就是很奇妙的案例。他就是曾经有一对双胞胎、然后也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疏忽，然后就失去了这样，然后他们就很努力想要再把他生回来。我们在了解这个角色的过程的时候，然后他们就真的生回来了，而且是双胞胎。那以下是属于比较玄学的部分，就是那个报道说那对双胞胎竟然说得出前一对的那个记忆，所以我们就在探讨说，那这个小孩到底能不能生得回来这个东西，然后到底要什么样的条件才算生回来，就是在戏里面我们在这里面讨论了蛮久的。
很多核心价值是一样的，建立在爱，建立在情感关系，所以那个东西很容易触发人心。但是我在写剧本的时候，我的座右铭就是重重的话要轻轻的说，还要说的让你笑出声来。这些角色其实最后相较有其他作品，他们是比较有出口，比较有救赎的。三炮他算是 happy ending， 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大喜剧。好，姚老师之前其实当然诠释过非常非常多的角色。我之前看姚老师演那个罗北安的女儿在 Proof 里面，姚老师也在那个台南人剧团的 Q&A 首部曲里面演的那个妈妈，漂悍泼辣，然后非常有点三八的妈妈这样。但是这个妈妈跟之前这些角色，她心理上的挣扎更多一些。其实我觉得人类的所有的人的内心渴望的需求都很像，大概脱离不了安全感，脱离不了爱这个字，所以我觉得最中心的主轴是非常的类似的，只是他在所爱的这个过程，他用的手段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可能之前的那个妈妈，她丧失的，她在爱这块，没有办法得到完全的满足，所以他的手段是让自己更强悍来保护自己，或是更 fight back， 就是会这样做，就是他外显的是这样的样子，所以就让人家看到他的内心有所脆弱的，是。那当然，这个现在要演的《想象的孩子》这个母亲，他也有另外一种手段。那因为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保护的外衣，保护的模式，所以他就让人家看到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怎么样子的一个女人这样。好，靳敦的家庭三部曲，这来到最终章了，你觉得你的这个作品你最想要讨论的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就是去找到一个下一代家庭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比如说以前的大家庭就是比较像是台北诗人二部曲讲述的就是一个过去的时代，然后那个有一些压抑的氛围，然后所有的人都是建立在血缘或者是婚姻关系上面，那屋檐下就变成一个小家庭，比较像是我现在所处的这种状况，然后看到里面性别权利有点不太一样，女性越来越，你知道，草食男越来越多，但是在这个想象的孩子，其实最重要一句话就是，其实性别超越婚姻，然后家庭超越血缘，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下一代的家庭的样貌，其实它已经不是在建立在血缘，不是建立在性别，它不是建立在一男一女结婚，然后你们有小孩，其实还真的是还蛮多元的，就像那个姚老师诠释的这个，他们后来在一起是不是以夫妻的方式在一起，对，而是因为想要成为家人，这不是建立，可能不是建立在夫妻关系，虽然可能有性关系，讲出来了，因为他没有画一个小孩嘛，对，他一定得要这样，对，所以就是真的超多元，对，就是在一对夫妻离异之后，因为一些事情离异之后，他们还多了一个选项，叫做我们还是可以登记为家人。对，那他就不是建立在所谓的一定是婚姻关系上面，或者是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单身女性，她可能不想要另一半，她根本不需要。对，因为她其实自己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她也有信心，我有小孩，我可以把小孩照顾得很好。但是她也有一个选项，叫做我可以跟我的哥哥、我的大嫂，还有我的两个好朋友，我们一样可以成为一家人，虽然他跟他的哥哥本来就是家人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单身的女性，如果说她真的没有其他的家人，她真的就是一个人，对，已经就是说父母可能已经不在了，然后你是独生子女，反正是种种原因，你就是一个人，你真的没有拥有家人的权利吗？而且我相信这样子的问题台湾也是逐渐在面对中吧，其实我们越来越少生小孩，我们越来越会有更多的个人产生而不是家庭，是那这一些个人可不可以，对，我们其实也常蛮常开玩笑的嘛，就是啊，我老了以后
一定要好姐妹们，对，或者是好朋友们，对。但是那些人是不可以帮你签手术同意书的、哦。是这个问题就接下来其实就是你们要讨论的这件事情。对、我们已经可以这样子的家庭组合已经可以的时候，接下来的这些纠缠不清的家庭问题，对，虽然有照顾，但是也有。可怕的纠缠不清的问题，但它其实并不是像现在争议当中，大家可能是讨论说，如果这个法案成立，会发生什么样的问什么样的问题？可是其实你就算是现在已经大家熟悉的婚姻关系，对，成婚之后还是会有很多人一样会有问题，没错，对，所以所有的事情是一体两面，所以其实像廖老师讲到的，其实这整个戏在讲的就是每个人他都有成家的权利，对，那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我们是。在这个既定的观念确定之后，我们讨论成家权利之后，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的子代、我们的小孩？那我们还会发生什么样奇妙，或者是像刚刚讲到的可怕，但是有趣的事情？这样好。哎、我们有同事去看过你们的排练，然后呢，有人一直要号称他的作品叫喜剧。可是其实我们刚刚讨论了这么多，当然。就是过程里面讨论得非常开心，也有喜剧的成分，但是，据说看过靳敦过去作品的人就说，哇，这里面哭得稀里哗啦的。但是靳敦坚称他这个是喜剧，来来来，讲一下。那些人在那个号称自己哭得稀里哗啦之前，他们都少讲一个，叫做前面他们都笑得花枝乱颤这样。对，因为其实为什么一直讲这个戏是喜剧，是就是当然最后回到那个核心价值，通常会是。像老师讲的很多核心价值是一样的，建立在爱，建立在情感关系，所以那个东西很容易触发人心。但是我在写剧本的时候，我的座右铭就是重重的话要轻轻的说，还要说的让你笑出声来。所以、对，所以他们都故意不讲前面笑的花枝乱颤，只讲后面感动的部分。那尤其是我觉得想象孩子它更是一个喜剧，是这里面的除了刚讲到的有趣的荒谬的，大家来会看轻松的觉得哇太荒谬太好笑之外，他会找到一个核心价值之外，这些角色其实最后相较有其他作品，他们是比较有出口，比较有救赎的。三炮他算是 happy ending，对，他们有找到了自己在这个家走下去的一个方式，对，所以其实他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大喜剧，对我来说了。老师，你觉得是大喜剧吗？我觉得他试图要让世界不要这么悲观，我觉得这样子可能就是一个。一个喜剧吧，其实刚刚在偷捏你，就要你一定要讲，一定要说是大喜剧，大喜剧。我觉得喜剧就不见得一定要搞笑啦，是，所以我觉得他喜剧的定义就是，我不是就是希望，对，让人感觉到希望，在你的人生里面，不管碰到什么，在这个议题上让你有希望，然后找到救赎，好，今天非常谢谢姚老师，谢谢靳敦来跟我们聊想象的孩子，谢谢谢谢大家进来看想象一下。